大家请到的是一个由六个帅哥组成的一个组合，那他们呢在出道100天的时候呢就已经受到了大众非常热烈的欢迎，他们就是 XOM 组合，欢迎你们。那么看到你们呢，其实对于我们网络上的观众或者用户来讲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因为你们的歌曲还有你们的 MV 已经深深的映入了他们的心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想从这边开始来，我们各自给大家问候一下可不可以？我们先一起打个招呼吧。对，好，我们站起来打个招呼。中间一二三 We are one， 大家好，我们是 XOM。好，这个震撼啊！不仅音乐震撼，刚刚的一个问候就已经让我们也现场已经震撼到不行。从这个出道100天来讲，你们六个人，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你们投入了很多的爱，包括你们的歌迷，包括在专访的时候。那所以呢，我觉得也作为这个对我们土豆网音乐用户的一个问候，每个人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XOM 的队长 Chris。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泪。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鹿晗。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秀明。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陈。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涛。那么在那个你们来到这个内地的时候，然后在机场上其实有很多歌迷已经开始去接待你们，有那么多歌迷非常爱你们，那当时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们心情是什么样子？对，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也特别开心，而且特别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第一次回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歌迷朋友支持我们，来到机场来接我们，所以说也很感动。其实因为第一次回来能有这么多朋友支持，对，我觉得不管我们走到哪儿都有粉丝一直陪着我们，我们觉得很开心，也真的很感谢你们，然后我们以后会更加努力，然后希望你们也可以一直期待我们。对，好，那么在韩国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说在中国一样可以感受到，就是大家对你们这么热爱？那平时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说，哎，这个就是 XOM 的成员？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的经历？한국에있을때도팬의열정을느껴본적이있나요그리고밖에나갈때어이게 XOM 멤버다알아본적이있어요其实刚开始。第一个 teaser 出去以后呢，到大街上的时候还是没有人能认出来是我们，然后随着那个 teaser 越来越多的公布完了，我们在大街上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一下我们，哦，他们是不是那个网上公布的那个 teaser 那些人会这样。那你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公布，可能说网络也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那你们自己在网络上有没有自己的微博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这个专主页啊，这样的地方吗？有啊，是 homepage 呢，아니면개인微博가있는지，是主要是我们公司官方的那个官方微博有，还有官方的我们有一个那个官方的 XOM 的微博、uh-huh. 对，因为现在暂时还没有个人的，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在那上面留言、uh-huh. 因为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前几天其实我们在微博上面有留言，就是给我们歌迷一人写了一段话给他们、uh-huh. 对，所以那个我们也有关注一下歌迷给我们的留言。对， OK， 那么其实最主要今天通过我们的网络，其实最主要是要介绍一下你们现在的最新的一张迷你的唱片，一批大碟妈妈这张唱片。那这张唱片呢，在我们的网上其实很多人已经看过了你的第一支 MV， 包括里面的歌曲的试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震撼。包括媒体这边呢，我们自己在沟通的时候呢，也发现说，哎，这样一个组合，他们的音乐做得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这个怎么讲，很有气场啊。那么对于这张唱片来讲，你们在录制的时候，或者包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准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是你的第一张唱片。앨범녹음할때스트레스받은적이있나요？
어, 저는 중국어로 녹음을 해야 되기 때문에 뭐 같이 도와주는 멤버들이 있었지만 그래도 발음이 이런 문제가 가장 커서 그 부분에 대해서 스트레스를 좀 받았어요. 그래도 역시나 멤버들이 많이 도와줘서 뭐 지금까지는 아무 문제 없이 스트레스를 덜 받고 아직 열심히 녹음을 잘하고 있습니다. 那么这次的主打歌的这个第一首主打歌叫《妈妈》这首歌，能不能讲一下为什么起这首歌的歌名叫《妈妈》，然后他选作主打歌？title 곡이《妈妈》라는데요，이《妈妈》왜《妈妈》라고지었을까요？왜이곡이其实我们妈妈这首歌有一个比较深的含义，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因为网络很发达嘛，而且移动电话手机什么的，大家可能面对面的沟通会少了很多，比起以前的话，所以其实这首歌我们想表达就是说人跟人最初的一种交流的方式，最初的一些感动，希望能用这首歌来表达我们想要带给这个的一个信息，所以选这首歌妈妈。对，这是主打歌这次主要就是的原因是，这是这样啊。主要就是的原因是，这是这样啊。对。好，那说到这边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你们这首歌曲已经有点迫不及待想看一下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然后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When the skies and the grounds were one the legends, through their 12 forces nurtured the tree of life.Red Force created the evil which coveted the heart of Tree of Life, and the heart slowly grew dry. To attend and embrace the heart of Tree of Life, the legends hereby divide the tree in half and hide each side. Hence, time is overturned and space turns askew. The 12 forces divide into two.And create two suns that look alike. Into two worlds that seem alike, the legends travel apart. The legends shall now see the same sky, but shall stand on different grounds. Shall stand on the same ground, but shall see different skies. The day the grounds beget a single fire before one sky, in two worlds that seem alike,The legends will greet each other. The day the Red Force is purified and the 12 forces reunite into one perfect group, a new world shall open up. Motherless, motherless, no one will care about me. 失落的感觉，谁在乎？